听我讲，这个是幺幺零携带的啊，这个电把这个电子帆布卸下来，然后找着这个，你看这个幺幺零博士幺幺零，把它拧上，拧上之后，然后这个再拧上，它拧上，再侧上是正好拧上。在上，它插到里边去了，不是这样躺着的，或者是这个，是那个把手、扶手，这是那个起电头，你拿管子来，你拿管子插管子。这个是接上气儿，接上气儿，接上个阀，插上这个气管。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个调整这个进气量大小的，咱就改变它的这个速度，这个劲儿，这冲击的劲儿，这边就接到那个气泵上去，这个是开大开小，气儿大它就有劲儿，气儿小它就劲儿小，它就这样，这是扶着它，这是扶手扶着它，这边这个手这个开开，它这上了，好啊。咱老